桃园县市花协会理事长陈立台先生，请列席好不好？那个苗栗县市花协会那个谢义富理事长，田院长，好，杨教授。好、哦、啊，各位来宾呢，请上座啊，我们时间快要到了。带个胸包啊。林理事长啊。副县长，我们本来哈县长要来，因为今天有这个周聚会哈，所以比较忙，所以这个特别请林副县长哈到这边来，还有我们的镇长哈，林镇长，我们玉林镇的林镇长，我们这样哈，我先介绍好了哈，这是我们的副县长，大家来一下。林镇长，林镇的镇长，我们文化观光局的局长林局长，我们彭山理事会的会长，好，我们手势一下，现在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田院长，好，田院长是率领他们我们对岸那边八位名书画家的哈，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再来，这是中华，民族书中华画，台湾书法学院学会的会长哈，台湾书法学会的会长，再来是桃园书法学会的会长，这是我们创会的会长哈，还有台下那个我们中华民国书法教育协会那个理事长会过来，台北，还有。等等，还有很多贵宾嘛，啊，这是我们今天特别邀请的，后面的这个非常好的名作佳作，都是他们的非常好的好作品。所以我首先呢、啊，在这个报告以前，我先感谢啊，我们田院长所率领的、大陆的八位书画名家，真的名家啊，我不在这里一一介绍，等等大家看那个那边有接出来哈、啊，接触出来那边。啊，各位都是啊，真的专家的专家，有从北京啊、山东那边过来的，都是全国啊精英啊，有的是大学教授啊，有些是这个书画的啊，非常有名的顶尖人物啊，等等，大家看他的现场会啊，就可以看作品。啊，是今天所有莅临会场的五位贵宾，包括我们县长林镇长，我们县会李议员。还有本府我们林局长，各位书法界的大师，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县长刘振龙先生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我想非常感念啊，我们今天主持人也是我们会长的，能够邀请到我们大陆能够来做这两岸的沟通，做两岸的交流。近几年来呢，
我接触到我们非常多大陆的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到我们苗栗县，来给我们做一些取经，来给我们做一些指导，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一个高兴，也非常的一个荣幸。尤其我们苗栗县最近在我们刘县长领导之下呢，我们积极的往艺术来推广，我们积极的在我们所有的学童身上我们来扎根，我们来做实行。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艺术的一些大臣呢，都能够在这几年里面能够有所开花结果。我想非常感念所有艺术界，让他们了解到我们台湾对艺术的认知跟我们大陆是一样的。我们渴求我们中国艺术能够未来能够在世界上发扬光大，我们台湾愿意跟大陆共同的把我们这个理想推广到全世界。最后呢，祝福我们所有的嘉宾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县长刘振峰先生，欢迎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金陵山水是那个彩墨会的，我们教授哈，这个我们这边的许多彩墨会就是从我的议员、李议员我的林局长还有我们这样的先进领导各位贵宾还有我们的召集人大家好哈。好，非常高兴今天呢能够参加2009年的我们的国立苗栗的两岸书法文化交流展演这个活动首先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召集人呢那么来办这个活动那么也借由这个活动呢，那么我们呢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那么也拉近这个距离那么也提升了我们苗栗县这个文化水准那么苗栗政工所呢，那么一向我们都非常的来支持配合我们各社区社团办理这种有公益的活动那么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召集人呢今天能够邀请到那个对岸的贵宾到苗栗来那么本人仅代表苗栗县民呢欢迎各位嘉宾的莅临那么我们书法协会的理事长，以及我们副县长林镇长我们理事长林局长以及我们那田院长以及各界的书法界的代表今天以及那个我们大陆对岸的八位书法大师，以及我们全国所有的书法界的大师们，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高兴的来到咱们贵县，县长、还有局长、镇长，还有各位这个书画界的朋友们，祝这个大会圆满成功。我代表中国民族画院，代表中国民族画院山东分院，还有广劳县人民政府，圆满成功。好，谢谢，谢谢。主席，还有各位书法界的朋友，大家好。好，我是台湾书法学会陈家章。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以文会友，能够跟各位来观摩、来切磋，感到非常的高兴，也祝福我们大会圆满的成功。谢谢。龙会长哈，那个县长。林院长哈，议员，各位女士，各位贵宾，尤其是大陆沿道来的呢，这些书画专家，今天能够在此的话呢，大家呢互相认识，互相交流，这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在电力公司服务了40几年，现在已经叫下岗，你们叫下岗，我们叫退休所以我在这一个地方附近的通宵发电厂呢待了10几年，所以我们这个创会的理事长这个以前跟我老同事很熟，才会邀请我们过来桃园到这个地方的话，虽然没有是千里迢迢，但是也是百里迢迢了那今天呢能在此呢认识大家，真是非常荣幸。我也祝福这一次的呢这个书画展能够成功。我也呢昨天晚上想了一个对子的话呢，我说苗栗啊，苗裔啊，千绘千里月这个愿成
暑气呀、四时春。我们祝福的话呢，整个苗栗整个苑里这个地区的文化能够蓬勃的发展。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现在我们请彭山美事会的会长来跟我们讲几句话。讲得很客气，但我们等一下我们来颁领这个，我们现场来颁领这个交流证书。因为今天感谢我们的代表性的我们田院长两岸交流，那他代表性的颁领班长颁那个两岸交流证书。一眼啊，第五个人来，那叫给他。好，你来，来，那你。金牌的哈，那代表什么？我们这边小品有增送大家可以到小品叫小品回去当个然后做纪念品谢谢跟大家的光临。如果你回去有些亲戚朋友想要那个作品趁这个机会，我们这个书法小作品还有那个我们楼上有那个银影画派水墨画大家可以参观。那银画派那个水墨画是我们会在随时那种水墨画
大家可以一楼上去参观，楼上也有那个作品，还有那个水墨画的作品哦。这边哦，大家各位大陆人士哦，来台哦，他们画家作家哦，因为副院长的资历，我们这边看板这边有介绍简单的资历哦，对待我们的画家，他们资历跟简历都在这边哦。这边看板有那个画家的简历哦。哦，就是你。不详细的方台可以，不详细的地方哦，可以在那边看到这个他们的简历，画家的简历。
Thank you.
来，比赛了。我你写字，你那叫你写。想进球。金牌奖呢？金牌奖。金山羽球队欢迎阿伯，那我是唯一。你等下，再表演一下。可以啦，好不好？吹错一下啊。哦。没关系。可以啦，哎呀，不是啦。比赛，比赛呢？你知道？哎，羽公是羽公生。经过移民局的同意啊，所以这个手续非常繁复。好在他都是慢慢去钻研，去请人家，请问人家怎么样做，怎么做。那个资料用人家别人的资料 copy 过来，他就变成我们的去专门去研究。这样去弄出来不简单的，是他非常辛苦，跑了好多趟，我也亲自到台北去，还保证输，都现在网上的平台。
它代表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我们想象很简单，其实很困难。这是一层啊，所以我们特别感谢，前的理事长啊，我们给他一个掌声。真的真的，他很辛苦。我是陪伴，我是陪伴他。其实哈，这次的活动啊，大家也非常辛苦，我知道，大家都出了很多的力量了，现在还在流汗，还在什么，还在酸。你知道布置也不简单啊，像那个没有了，现在没有了，不挤不丢不挤，它现在跑掉了，跑掉了。我们布置哈，昨天布置。你看起来很简单嘛，刚挂那个红布条，那OK了，那红布条，贴啊贴啊再贴，好在我们搞事先准备好就贴贴。大姐说，啊对啊，我像你们是专业啊，我给报助理。我今天我连本地面前我你看见了哦，你有病啊？我给那助理，不然你要不然记者还要助理哦。哎，以前那些人出来就爱改用人家拍棚，拍棚，哎，改用那个，现在越来越不行了。而且这个，哎呦，你看这，你们好，好，代表咱们山东分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欢迎你们到了。咱们山东分院去做客，看看咱们山东一些名古古迹吧。好，谢谢啊。感谢各位会员，咱们协会对这次我们来盛情的招待表示感谢。还有特邀咱们全体会员。十月份，我们县和咱们分院搞国际孙子文化节，我们特邀你们去做客。谢谢，谢谢。我们就是
我想他自杀，他真的想的。我为什么他叫我们走啊？我怎么会走？他刚走没得走啊？都比较难。哇，这样子哦。哈哈。你几张还是可以进的？没人招工，招工。你看这这这几个，如果做不了店，对，招工。你要钱的，你不值。你们好。好。代表咱们山东分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欢迎你们到了咱们山东分院去做客，看看咱们山东一些名古迹吧。好，谢谢啊，感谢各位会员，咱们协会对这次我们来盛情的招待表示感谢。还有特邀咱们全体会员，十月份我们县和咱们分院搞国际孙子文化节，我们特邀你们去做客。谢谢谢谢。Thank you.
客厅，但我们，等一下哦，我们来颁领这个，我们现场来颁领这个交流证书，因为哦，先生感谢我们的代表性的，我们田院长两岸交流，那他代表性的颁领班长颁那两岸交流证书。是是。田院长，先走。一眼短，一个人爱，那交给他。好，你当。我的议员、李议员啊，我们的林局长啊，还有我们这样的啊，先进领导啊，各位贵宾啊，还有我们的召集人哈，大家好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2009年这个我们的国立苗栗两岸书法文化交流展演这个活动哈。首先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召集人呢那么来办这个活动哈。那么也借由这个活动呢，那么我们呢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那么也拉近这个距离哈。那么也提升了我们苗栗县这个文化水准哈。那么又苗栗镇公所呢，那么一向我们都非常的来支持配合我们各社区社团办理这种有公益的活动哈。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召集人呢今天能够邀请到那个对岸的贵宾到苗栗来哈。那么本人仅代表苗栗镇民呢，欢迎各位嘉宾的莅临哈。那么。所有莅临会场的所有贵宾，包括我们县镇长林镇长，我们县会李议员，还有本府我们林局长，各位书法界的大师，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代表县长刘正荣先生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我想非常感念呢、我们今天主持人也是我们会长的，能够邀请到我们大陆。能够来做这两岸的沟通，做两岸的交流。近几年来呢，我接触到我们非常多大陆的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到我们苗栗县，来给我们做一些取经，来给我们做一些指导，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一个高兴，也非常的一个荣幸。尤其我们苗栗县最近在我们刘县长领导之下呢，我们积极的往艺术来推广，我们积极的在我们所有的学童身上，我们来扎根，我们来做实行。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艺术的一些大臣呢，都能够在这几年里面能够有所开花结果。我想非常感念所有艺术界。都是他们的非常好的作品，所以我首先在这个报告以前，我先感谢我们田院长所率领的大陆的八位书法名家，真的名家啊！我不在这里一一介绍，给你大家看那个那边有接出来啊，接触出来那边啊，各位都是真的专家的专家，有从北京山东那边过来的，都是全国精英。有的是大学教授有些是这个书画的非常有名的顶尖人物等等，大家看他的现场会就可以看作家。
桃园县市文化协会理事长陈立台先生，请列席好不好？那个苗栗县市文化协会那个谢义夫理事长，田院长。啊，杨教授，好啊，各位来宾呢，请上座啊，我们时间快要到了。带个胸包啊。林理事长。我们本来县长要来，因为今天有这个周聘会哈，所以比较忙，所以这个特别请林副县长哈到这边来，还有我们的镇长哈，林镇长，我们玉林镇的林镇长。我们这样哈，我先介绍好了哈，这是我们的副县长，大家来一下哈。林镇长，请。我们玉林镇的镇长，我们。文化观光局的局长林局长，我们彭山美事会的会长，好，我们手势一下，现在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田院长，好，田院长是率领他们我们对岸那边八位名书画家的哈，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再来，这是中华民族书中华画，不是。台湾书法学院学会的会长啊，台湾书法学会的会长，再来是桃园书法学会的会长，这是我们创会的会长啊，还有等一下那个我们中华民国书法教育学会那个理事长会过来啊，台北，还有等等，还有很多贵宾啊。了解到我们台湾对艺术的认知跟我们大陆是一样的，我们渴求我们中国艺术能够未来能够在世界上发扬光大，我们台湾愿意跟大陆共同的把我们这个理想推广到全世界。最后呢，祝福我们所有的嘉宾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县长刘振峰先生，欢迎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那个云林山水那个彩墨会的我们教授啊。啊，这个我们这边的许多产贸会就是同苗栗县文化书法协会的理事长，以及我们副县长林镇长我们理事长林局长以及我们那田院长以及各界的书法界的代表哈今天以及那个我们大陆对岸的八位书法大师。以及我们全国所有的书法界的大师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很高兴的来到咱们贵县，县长、还有局长、镇长，还有各位这个书法界的朋友们，祝这个大会啊圆满成功。我代表中国民族画院，代表中国民族画院山东分院，还有广劳县人民政府，圆满成功。好，谢谢，谢谢。主席，还有各位书画界的朋友，大家好。好，我是台湾书法学会陈家章，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以文会友，能够跟各位来观摩、来切磋，感到非常的高兴，也祝福我们大会圆满的成功，谢谢。董会长哈，那个片长啊，林院长哈，议员，各位女士，各位贵宾，尤其是大陆沿道来的呢这些书画专家，今天能够在此的话呢，大家呢互相认识，互相交流，这真是非常难得的啊！因为我在电力公司服务了40几年，现在已经叫下岗，你们叫下岗，我们叫退休。啊，
所以我在这一个地方附近的通宵发电厂呢待了十几年，所以我们这个创会的理事长啊，这个以前跟我老同事很熟，才会邀请我们过来。桃园到这个地方的话，虽然没有是千里迢迢，但是也是百里迢迢了啊。那今天呢能在此呢认识大家真是非常荣幸，我也祝福这一次的呢这个苏澳展能够成功。我也呢昨天晚上想了一个对子的话呢，我说苗栗啊，苗裔啊，千回千里月啊，这个愿成暑气啊，四时春。我们祝福的话呢，整个苗栗，整个愿以这个地区的文化能够蓬勃的发展。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接着我们请彭山美事会的会长来，我们讲几句话。金牌的哈，那代表什么？你说他？你说他？他也是差的。我们红会啊，如果他们接手了，我会调现场，红会先调调现场会啊。早上哦，气象局哦，我们其他单位的人，社员社团哦，协办社团下地现场会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整天的活动哦，可能有些社团都还没有做教育，台湾没一些社没有，他们半天都要联系的，按照你们的规定，好不好？我们这边小品呢有增重啊，大家好可以到小品，叫小品回去当个然后做纪念品哦。现在跟大家来报名，如果你回去有些亲戚朋友想要那个作品哦，趁这个机会，我们那个书法小作品哦，还有那个因为公司也没叫我们楼上有那个银影画派水墨画哦，大家可以参观。那银影画派那个水墨画是我们会在随时那种水墨画，大家可以去楼上参观。楼上也有那个作品，还有那个水墨画的作品哦。这边哦，大家各位大陆人士哦，来台哦，他们画家作家哦，因为副院长的资历，我们这边看板这边有介绍简单的资历哦，对待我们的画家，他们资历都简历都在这边哦。这边看板有那个画家的简历哦。哦，谢谢你。不详细的后台可以，不详细的地方哦。哦，可以在那边看到这个他们的简历哦，画家的简历。Thank you.
这个是山嘛？几度啊？几度四？你看我都听有啊？看有啊？那是看有啊？几度四阳红啊？看有啊？有啊？这个。 敬酒。
八个袋子。我老师他说小。好了。谢谢你们。名字都下吧。不会影响。好，这个好看，没关系。贵。都来华县。慢慢去钻研，去请人家，请问人家怎么样做，怎么做？那个资料，用人家别人的资料 copy 过来，然后变成我们的去钻研的一种，要去弄出来的，不简单的。是他非常辛苦，他也跑了好多趟，我也亲自到台北去，还保证输赢，就现在网上的评分啊，太保证输赢。所以这个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我们想象很简单，其实很困难，这是一层啊，所以我们特别感谢，前的理事长啊，我们给他一个掌声。真的真的，我是陪伴，我是陪伴他们。其实哈，这次的活动啊，大家也非常辛苦，我知道，大家都出了很大的力量了，现在还在流汗，还在什么，还在酸。你知道布置也不简单啊，像那个。现在没有了，哎，不止不止不止，他现在头没有了，都跑掉了。我们布置嘛，昨天布置，你看起来很简单嘛，刚挂那个红布条，那OK了，那红布条，贴啊贴啊再贴，好在我们搞事先准备好就贴，大姐说，啊对啊，我叫点人事到位啊，我帮你报助理。无我即摆，我连稳定咩声，我你看一下哦，你稳定哦。无我，我伫咧处理，可能伫咧无人机台咧处理哦。啊，伊以前我是理事长，伊就爱甲伊遐拍工，拍工，啊，伊甲伊讲，伊来啊，即边，而且即个。
来这个人。